就这边了，两位去点餐啊。啊，好。奶妞，想吃点什么呀？夏老师，随便什么都行。奶妞，你忘了你答应过我的，离开学校以后你应该叫我什么呀？干妈。这就对了。那干妈就开着给你点了，保证你吃到满意。 要一个噼里泡饭，好的。一个菠萝饭，一个馋嘴蛙，一个这个，好的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太丰盛了，谢谢干妈。不客气。那就这些吧。好的，两位起稍等。 今晚真把安排训练了，不一定。我觉得你太天真了，这个问题等于白问。夜间训练什么时候提前通知过呀？我又没问你。我觉得你很无知，提醒你一下。谢谢，用不着你这么犯贱。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和平相处一会儿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到归闹，一会儿和战虎会餐的时候都给我表现好点，听到没有？ 飞得不错啊，真的。哎，丹鸟。 哎呀，丹鸟，跟大伙好好聊聊吧。你们先好好聊，一会儿咱们空军到集合啊。是。臭小子！什么情况？才几天不见呀，想不认识兄弟了？别！我这不回来找你们来了吗？我不喊你，你弄回来吗？别闹！我告诉你啊！哎呀，别闹！ 有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，哎，韩浩鸟，丹鸟，你们两位这绝世高手，再次见面，面子上总得过得去，是不是？别整的跟谁欠谁钱似的，是不是？握个手吧，握个手，抱一下吧，抱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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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闹，别闹，这谁要跟叛徒拥抱啊？林英。 你怎么不跟大伙一块聊聊啊？我跟他们聊什么呀？看见丹鸟就来气。林英，我前两天刚做出来一道编队方案，你帮我看看吧。现在啊？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快走吧。行吧，化完妆到办公室来找我。是，一会儿见。 哎，我没骗你吧？看到了吗？什么跟什么呀？这是你们什么什么呀？你再不出动就晚了。哎，今天晚上聚餐是个好机会啊！哎，到时候哥几个都配合你，必须的，绝对配合你。拿下，丹鸟，幸福吧？我们哥几个现在可是冒着谋逆的罪名帮你，加油吧，丹鸟。哥几个。 梁四，晚上再来一桌吧。啊，这不是我卫生队美女小护吗？哎，你们好。什么情况？不是。
廖武，你添什么乱呢？你在这儿说什么呢？我就是说我们俩晚上一桌，好能跟你好好聊聊。我可爱听你说话了，特幽默。你别胡说八道，不是那样的啊！不！哎呀，走了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快来！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了。大鹏，什么情况？知不道啊？快点！哎呀，零幺五，你干什么呀？你疯了吧你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在帮你缓解尴尬呢。尴尬？我尴尬吗？我哪尴尬呀？你太尴尬了。刚那什么鸟来着？好鸟。哎。人家奔着猎人就飞走了，你说你尴尬不？搞得你好像什么都明白似的。我不用谢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你说对吧？有眼屎。没有啊，我洗脸的。零幺四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原来如此啊，零幺四。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，大鹏，你觉得咱们刚才的行为是不是犯贱呀？典型的犯贱啊！这还巴巴给人上课呢，人自己另有新欢了。行了，贱人们，这儿没我们事儿喽。服务员，哎，再来两个芒果布丁。哦，好的。干妈，我已经吃饱了。没关系，你呀再吃一份甜品，然后呢，干妈带你去买新衣服，好不好？衣服就让我爸买吧。你爸哪有时间呀？好了，南妞，那干妈去一趟洗手间，如果甜品上了的话，你就先吃，不用等我。我还是等你回来一起吃吧。也行。好了，那你一定坐好了啊，不许乱动。跑的实在太快了，我都来不及反应。哎呀，那孩子好像看到谁特别着急，喊声妈妈就跑了。